把门打开，陈兆仁！你开门，我有话对你说。陈兆仁，你这是骚扰。 陈兆仁，你开门！陈兆仁，把门打开！陈兆仁，你开门，我有话对你说。陈兆仁，你这是骚扰。 你知道他住这儿是吗？我给他租的房子，你想干嘛？我要见他。他如果想见你，他自然会跟你联系。如果他不想见你，你这么做，真挺过分的。你干什么？你给我老婆租房子，还租你对门的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怪不得他之前非要跟我闹离婚呢。你不婚不育的。 你就希望情人节女人都跟你一样是吗？你把手给我放开！孩子那么小，你怎么忍心伤害他母女？你不结婚不生孩子，你懂什么呀？我起码懂怎么做人。陈娇蕊为你生孩子，孩子才2个月，她就重新工作。一个职场妈妈有多难，你知道吗？你身为她的丈夫，孩子的父亲，你不光不支持她，竟然跟她离婚。你有没有点起码的责任心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陈娇蕊不想见你。 我真的太理解他了。你理解个屁呀你！我真的不想用脏话来回你，请你立刻离开。现在里不是这里业主，请你马上离开。你还叫保安啊？哎，不，哎，我女儿就住在对门，我谁来看我女儿的卫生不行吗？不，你们敲门，他们是我媳妇儿的女儿。 是我叫的保安，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没事，早点休息吧。哎，嗯，我煮了甜汤，要不要尝尝？都这么晚了，啊，正好有点饿了。 随便坐啊！你们家太有生活气息了，这么一比，显得我家冷冷清清的。一个单身妈妈的家就是这么乱，我要是收拾得跟你似的，估计每天什么都别干了。这多像个家呀！这么比较起来，我觉得我的家像个酒店一样。给，谢谢。 想不想看看宝宝？当然。彤彤，彤彤，你醒啦！哎，宝宝，哎，妈妈，宝宝。哦，你来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有漂亮阿姨来看你了。嗯，你看，看，哎，哎，真好玩。上次我也没有好好看你。他叫什么？彤彤。彤彤。 彤彤，你还是很喜欢孩子的吗？嗯，你看他，嗯，好像有点臭哎。嗯，彤彤，你训着阿姨了。哎，你先等我一会儿啊，我给他换换。啊，好，你坐会儿。嗯。